大家好，我是潘潘的摄像，他现在在主持活动，这条视频由我来给大家配音。注意看，这位女孩卸下了她的三甲装备，她先卷起了万年不变的刘海，开始洗脸。Hello， 搞个花洒，补水的，开始擦脸。怎么还臭美上了？上班要迟到了。拿出了仙女棒，要变身吗？扎了一个双马尾，还蛮可爱的。哦，卷头发的，还是自动的，有点高级啊。哦，接下来是要去换衣服。哇，这一屋子都可以去开店了，还招人不？看来之前不是很满意 ，out。好好好，我就知道。哎呀，这个纠结症啊，终于出，哎，又有什么忘拿了？包包。成功出门，用时1小时34分。撒花，拜拜。